回家去老爸那里拿他的一个缸把它砸烂了，自己要做一下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魏王龙哥，现在是晚上了，刚才送了闺女去学跳舞，在这边跟媳妇过来这边准备去吃饭的时候，发现家里这边开了一家水路的水草店，好漂亮，我觉得马上过去看一下，走了。从来都没有在我这边看到有过这样的店，这边的话是我在我家这边是南海大地这边，不多说了，马上进去看一下。哇，看一下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水鹿缸，还有小鱼。等一下准备跟媳妇去吃饭了，今天她不用跳舞，然后再看一下这个。哎，这边全都是水鹿缸来的，原来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哇，这个也漂亮，看一下。下面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石剑吗？看不到它跑起来了。好了，这个是仙人掌，这个是鹿缸吧，湿地缸。好了，再过来看一下，漂亮吧？下面的都是一些过滤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要搞别人的了。好了，这边的话已经听到有个小朋友正在买了一条小鱼回家玩，过来看一下吧。小马美，马美，江泰国斗鱼。好了，看一下这一个，这样子好有意境啊，这个也好漂亮。回家去老爸那里拿他的一个缸，把它砸烂了，自己要做一下这个。好漂亮，好漂亮。这边的话有一些斗鱼。这些都是马尾吧，这些都是马尾，对。今天鱼给谁煮啊？看一下这一条是斑马。哇，他们打架了，追着他来打。这个也是蛮漂亮的。鹤缸已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水鹿，水鹿，这个叫什么？问出，哇，这个是2980元，这是一棵枫树吧？好了。好了，刚才逛了一圈，现在先去吃饭了，不然等一下被饿到媳妇就好了，喜欢的记得关注我，我是魏王龙哥，再见了。